我一打開了門，一個神高神大滿面胡鬚的男人就打開了手，他說：哎呀 Mary 你來了，他攬攬神我，他說我們等了你好久，我們等了你好久，很開心今晚見到你。這個人就是喬宏叔，其實我是不認識喬宏叔的，我跟他未拍過檔，他那一攬我，我就覺得好像他爸爸就說：女兒啊，你回來了，我等了你很久了，攬攬著我，我簡直整個人震了，我眼淚不停就在這裡流，不停地這樣流。哎呀，這班人很特別，我很想親近他們，因為我很想沾染到他們那種喜樂，他們心裡面那種平安我已經沒有了很久。下一次吃飯再叫我，我一定來的，我一定來的。由那時候開始，我們就有一個叫做藝人之家。他們的個 mission 就是很希望能夠福音在演藝界裡面傳開去，因為在裡面真的很需要愛。